渐寒冬了，学了，懂了，倦了，少了，花也谢了，开了，船离岸了，等不到退潮。从前没计较到底多少谁都多少谁少，不希望未了，渐渐觉一切重要，一切亦有需要，得到后弃不了，从来没有哪会发觉有缺少，是为什么需要奋斗战胜对手，不能迎来才能赢到责任和成就，却未能最后最善最易赤脚到处去走，别问为什么我要走，事业梦想感情未够，我共无用不能回头，占有太多便是没理由，收翻张契佢，松江路间赌场，我唔会再打你。老实，我唔会收翻张契，系咪常君逼你？老四，我冇一只手，根本同废人冇乜分别。但虽然系咁，我唔想背上一个不义之名。要我出卖你，我逃生点都做唔到。你就收翻晒我哋嘅赌场契约啦。命系我哋自己输，你就由得我哋自己去解决。你哋以为我龙四会睇住兄弟死咩？四哥，但系要我哋孭住出卖兄弟呢个罪名，我哋做唔出。契约我系唔会收翻嘅，你哋交俾常坤。咁做法，四海散梗噶啦。四哥，四海系你，就算你要我哋咁做，我哋都做唔出。冇错啦，我哋点都会出卖你嘅。你哋四条系命嚟嘅，四海赌场算得系咩？四哥，你点讲都好啦，我哋兄弟已经商量过，除非你谂到更好嘅办法解决，如果唔系由得我。好啦，俾一万时间我，等我谂到两全办法。有心事啊？有啲解决唔到嘅问题。通常我解决问题咧，我用两种方法。第一种就好似你而家咁坐喺度静静喺度谂。另外一种咧，我会去揾我想见嘅人，要佢陪我一齐谂。有用咩？或者咧？试下揾小樽。边个啊？有冇时间？
希望四哥想到个好方法。每个人都有个故事，你不例外，我不例外。你一日未死，你的故事都有令你想不到的情节发生。有时候我都在想，人为什么不开心呢？是不是为了要珍惜开心的时候？所以我一直觉得人是好像为了解决难题而生存。你可不可以再陪我去多一个地方？我今天完全没事做，很得闲。这个地方你一直都不想去，我想回赌场赢啊。四爷，啊，去做嘢，未嚟嘅好常，唔知咩。都有两面嘅，好似赌，佢系可以害人，亦都带俾人好多开心。赌系一种娱乐，只系睇你个人点样控制。你呢度每日都咁多人嚟噶？差唔多啦。哇，细哥啊，你每日都见咁多人，你见到好多歧视咯。无论你见我几多歧视，几多人都好。总是有些事你是自己解决不了，不是你解决不了，而是你做人的原则太强。是什么？不过这些是你的性格，就因为这样你才可以这么成功。我不觉得我自己成功。哇，有几多人可以好像你这样有这么大的赌场啊。四哥，嗯，我没事。想不想来玩啊？识玩噶，得噶啦。要唔要啊？要啊！17点仲要牌啊？信我啦。要啊。庄家19点，点解17点仲咁要牌嘅？赌钱系讲数学同埋讲机会率噶嘛。为了替恩公报仇，我不得敢做。我讲过啦，我龙四唔会杀二师嘅。你走啦，带佢走。系系，龙四，你究竟好人定系坏人啊？唔好意思，有埋亲你。师傅，同佢敷啲药。师傅。
呢个世界点解咁多唔讲道理嘅人？一个系三番四次要杀我，一个就系都要我收佢做徒弟。人生真系奇怪。小姐，我有个问题点都解决唔到，无论我点谂，都谂唔到一个两全其美嘅办法。其实有啲事你应该知嘅，不过我即管再去讲下。当你有问题解决唔到嘅时候，就算你怎样去想，你都想不到办法出来。我看过一本书，他说当你有问题解决不到的时候，你即管将问题放低晒，周围行下轻松下，做些你平时少做的事，这样或者会启发到你怎样解决这个问题。想不想试下？我今天有时间可以陪足你一天的。好啊，咁我哋行啦，嚟。过嚟呢边睇啊，仲靓啊！石老哥，点啊？咁论尽嘅，痛唔痛啊？好痛啊！牛仔点啊？呢个冇事啦嘛。哎呀，唔该晒，唔该晒。推仔啊，搞人跌低，你真系曳啊！你真系。行啦行啦。你好有爱心啊！佢哋玩得几开心啊！普通人嘅生活系咁噶啦，不过你成日接触啲上流人，你感觉唔到啫。我觉得你又得到好多普通人得唔到嘅嘢。但是我又失去很多普通人应得的东西。我忽然间好想吃餐普通的家常便饭。真的？不如家事买餸啊，你不嫌的我煮餐饭你吃啊。好啊。哎呀，这鸡挺好啊。你今晚想吃什么餸啊？不如我们先去浴缸里揀个靓碗花篮，然后先回来买鸡，跟着我们看看有没有靓的大闸蟹，最后先买豆腐。为什么？因为豆腐易出水嘛，最后买咪啱咯。笑咩？你好似仲识煮饭过我咁嘅。一阵你就知噶啦。你咪真系识煮餸噶？一阵间你咪知咯。唔该。坐。嗱，我嘅习惯咧。就是在煮餸之前一定要將啲菜譜寫低。今晚我哋就三餸一湯，淮山幾支燉雞啦，麻婆豆腐啦，東坡肉啦，最大閘蟹啦。東坡肉咧係我跟一個名廚學噶，不過呢啲味素好麻煩。我都唔識喎，可唔可以教我？咁算唔算拜師啊？你咪真係識煮先。過嚟。嗱，煮東坡肉咧。就最紧要拣啲上等嘅五花腩，然之后将佢洗干净，摆落个油锅度炸，炸到个皮金黄色，然之后再用啲针喺佢皮上面笃好多好多窿喺度，然之后就将佢摆到水度浸半小时，再冲干净先至蒸，咁食起上嚟嗰啲皮咧就松化。讲到好似真系识煮咁噃，不过我就系怀疑你有冇煮过啫。如果我话俾你听，我未识到之前，我系厨师，你信唔信？如果真嘅，咁你真系好传奇。每个人都有个传奇嘅。好啦，嗱，开始，你做二厨，你切菜先，好唔好？好。好。点啊？嗯，估唔到你有大厨师风范喎。啲麻婆豆腐咁咸，你唔出声嘅？哦，我知啦。头先我讲电话嘅时候，手忙脚乱落多咗盐。冇所谓噶，咸少少送饭嘛。你真系好似我啲兄弟咁，我做错咩事佢都唔话我嘅。我知点做。坤哥，龙四嚟咗。
四哥，今日咁得闲啊？请坐。呢啲就系五弟佢哋几间赌场嘅棋。要麻烦四哥你亲自嚟，真系唔好意思。四哥，我真系佩服你咁大方。如果你仲当我系四哥嘅，我想奉劝你一句，收手。你的意思是要我临阵退缩？当日我哋喺火车十三个人结义成为兄弟，点解唔可以到尾？我想是人各有志。好，赌台见。要大家等咁耐。四哥，而家我哋点？我已经决定咗将你哋打理开赌场，交晒俾常坤。四哥，你咁样做即系陷我哋兄弟于不义嘅啫。以后叫我哋边有面目去见人啊？冇嘢比人民更重要。牺牲我龙四冇所谓。虽然你哋咁样做系会俾人哋话你哋出卖我，但系日久见人心啫。总之一切嘅嘢。是等我和我常坤的赌局开始了才算。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暂时脱离兄弟关系先。四哥不要说了，我决定了。既然四哥已经决定了，我们都无谓说那么多，等四哥和常坤赌完这局才算。好了，我们暂时没见面子，你们小心。四哥，你俾我去啊！得，我点放眼立下睇常坤同佢兄弟，而我坐收旁观啊！你交俾我处理好嘛？四哥，我唔可以再忍啊！你俾我为啲兄弟做啲嘢得唔得？起度，对唔住四哥，你又当我唔听话一次啦！如果你一定要做嘅，我哋以后就唔系兄弟。到四哥唔够胆堂堂正正咁喺赌台度面对我，今日要揾你嚟杀我。我今日嚟系唔关四哥事，系我要同其他兄弟报仇。十哥，我平时都好尊敬你，不如你过嚟帮我手。我系唔会帮啲冇义气同出卖兄弟嘅人。我只系想俾个机会你。我知道你输过比李益，如果同李益比，唔知边个枪法好啲。唔好再逼我嘥时间去杀你，我唔杀你系因为你可能仲有利用价值。究竟是什么道理？为什么连个天都帮埋龙四？今次不行，咪下次来的咯，一定有机会杀龙四。但是今次已经是第三次，不单止杀不到龙四，反而错手伤咗个无辜的人。你不是就这样就放弃吧？陆海峰，如果你真的放弃的话，咁以前搏命去杀龙四就会变到冇晒意义㗎喇。
聂光的仇，等着你去报。我一定要杀死龙四，替恩公报仇。边个？系我啊，金哥。入嚟。海峰，我有啲私事要做，你早啲休息啦。得啦，我明白噶，好多谢你。龙四嗰边有咩消息？龙四见完坤哥你之后，就去咗餐厅见啲兄弟。之后呢？之后就翻咗赌场。跟住就冇出过嚟。做咩马嚟啊？做咩嚟？肚痛，我谂我要去洗手间啦。你哋等等我咯。马嚟，使唔使陪你去啊？唔使，我会照顾自己噶嘛。你要记得照顾住啲亲戚先啦。我好快翻嚟啊。咪咁多啦？哇，好多啦！系啊，嗱，留俾阿格啊。好啊，就咁多啦。咩啊？起码咁啊。好啦，见你咁快手，除埋件婚纱。系，得噶喎，系咪先？系，你真巴闭啊，玛丽姑娘。我真系要写个福字俾你，全上海结得最多婚就系你，一个月结成17次。喂，你乜噶？未行完咧就唔算结过婚嘅。啊，益下你啦，同你结一次咁多咁好啫。唔好搞。对唔住，上次杀龙四插咗你一刀，今次嚟系还翻一刀俾你嘅。陆海峰，陆海峰，你，我同你冇拖冇欠，我都冇怪过你啊！你唔怪我系一件事，好多谢你，但系我系唔会咁唔讲道理嘅。咩世界啊？四爷份人咁唔好，自己打翻嚟江山咁快俾人食咗，仲要俾佢自己兄弟食，真系冇天理！四哥，我发罪，你真系好，永远喺我最需要你嘅时候就出现。对唔住，我今次迟咗少少，我唔怪你。你都是为我好的。十礼，由今日起同我关闭四海赌场，直至到我同常坤的赌局完咗为止。我决定将赌场暂停营业。你同常坤真的非赌不可啊？只有咁先可以解决我同常坤的问题。呢个我习惯。面对强敌，我一定将自己推到最尽。咁即系话系破釜沉舟咯，可以咁讲。
我是回来执啲嘢嘅，打搅咗你添。杂不仔，四爷，你哋到一啲都冇兴趣，你又要拜我为师，你唔觉得矛盾？唔会，我觉得除咗学四爷你嘅赌术之外，仲有好多嘢可以学噶。过两日我就连呢间赌场都冇埋，你仲要跟我？我觉得四爷你一定会赢嘅。如果要学千术，一定要学到忍、狠、等，你得咩？我会学噶。同时千术系要讲求领悟力，即系话一点就明。你知唔知道我点解要关闭四海赌场？唔想拖累人，因为荣照天公日四条马路之前嗰晚。李谭将军将我走，让自己可以专心对付敌人。你是他师父，我想你都会这样想的。他真的教识你不少东西，但是你还没开窍。你知不知道我这次跟你一个潜伏？因为常坤有招叫做千门幻术。千门幻术其实是一种催眠，它可以令你迷失，产生幻觉，所以叫做幻术。其实每种赌术都可以破。千门幻术是一种迷惑人心的千术，可学不可破，只有高低之分，没有破解之法。如果两个都识千门幻术的人相斗，就只有分哪个功力高。那常坤的功力算不算高啊？师父，我又说收你做徒弟咩？是师父。推高自己千门幻术的功力都不是办法，其实任何千术都应该有破解之法。四哥，找我有事。听日你安排向泽北入埋 VIP 房。是四哥。你可以放心，只要你同四国领事讲得出，要几多，我马追都俾到你。
呢层我绝对唔担心，因为我一向好信自己嘅眼光。嗯，我知道上海嘅 T Y 宋只系会花时间同可以帮佢赚钱嘅人倾生意。你嘅眼光都唔错啊！诶，系啦，今日你两兄弟嘅赌局，你点睇啊？我知道你一直都买龙四。今次你估错，以往我是买龙四，因为他是中国赌神，他一坐在赌台上面就六亲不认，所以他一定赢。而今次他坐在赌台上，也是背负了几个兄弟的情义和性命，正正是犯了赌的大忌。龙四始终是赌神，他亦都很清楚赌的原则。我始终认为龙四是赢家。哦，是这样，我们不如赌赌他呢？想赌什么？一个馒头。好啊。好。四哥，我都想去。你不可以去。点解啊？我又睇住常坤输，佢害死李益，我想睇下佢点样输。你唔去得噶，你去会影响我噶。我明白啦，你唔系怕对付唔到常坤，你系惊我会有危险。对唔住四哥，我太冲动啦，我唔去啦。好啦，一有结果我会第一时间派人通知你。我先走先。四哥，你一定会赢的。一定会赢的。四爷够钟了。同我准备车。是四爷。有啲嘢送俾你，唔知你仲记唔记得咧？我唔阻你啦，我要翻公司。终于都要在赌台上见面。四哥，闲话少讲，你想点赌法？第一局的注码，我想用五兄弟的命来赌。点赌法？既然命是他们的，我想给他们自己赌是最公平。你介唔介意俾佢哋落场自己赌？唔介意，不过佢哋都系我好兄弟，好兄弟系唔应该自相残杀。呢一个我想揾人代替我赌，可以吗？可以。
四爷，呢一个我派佢代表我。点赌法？赌数轻，每个人十万。如果你五个输晒十万，生死账就还翻俾你。但系如果你赢晒佢十万嘅话，佢哋就要履行生死约，喺赌局完晒之后即刻自杀。好，呢一个可以开始啦。老生，我想需要休息。可以，只要你赢到佢哋，我收你为徒。我的要求休息。可以。好，现在请双方就坐。赌局正式开始，请验牌。落客，各位，在开局之前，我重复一次，现在每人台上面有十万现金，如果任何一方面输晒嗰十万现金嘅咧，呢局啊算完结。如果向泽北输晒嘅咧，咁常坤先生吩咐落。杜柏川、赵成佑、丁有地、雷天栋就要履行生死契里面的承诺，赌局之后自杀。如果大家清楚的话，可官可以派牌。为先天话事，一人犯，街砖倾话事。喂，嗌大啲啊，早啲输晒俾佢，早啲甩身咯。赌局在进行中，参与者不得交谈，以示公允。都唔去，龙四似乎打心理战，如果唔系，点会揾个僆仔落场赌啊？睇嚟龙四有佢自己一套，你呢个问头。输紧啦，未必，一日未揭底牌都明知。四哥，你今晚唔系？你走啦，我仲想借你地方坐下添。你是我昨天的笑容，也是我今夜。的伤痛，当幸福飘到我肩头，
你转身扬起一阵风，于是幸福吹散成寂寞，于是寂寞被锁在眼中。